有史以上怎么样？是因为太重，所以轮子才会那么难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怎么可能呢？是那个轮子的轻一点，是不是就比较好？应该是比较不会这么明显。不是，那就是它太烂了。它的载重高，这是同一排啊？什么叫做 L G O T I S？ 所以它是同一排吗？